哇，是姐姐对脚啊！嘿，一个点够，我要十个。换生活，落科技 ，NY-K。各位 NY 的读者，大家好。啊，不是说大家好在讲台高啊。再来多几次都可以哦。听到呢把声就知道是台妹啦。今次嚟动漫节 cos 时空之门，是为了跟大家开个 party， 疯狂玩 game 啊！我觉得就是集 combo 的时候，就一次很多 combo 就会觉得很开心。我觉得是收集角色的时候，然后你就会很期待，就是会自己会找到什么英雄。你们要领取你们的礼物了吗？如果你哋系份礼物，你话几好？设他是一个人造人，已经没有人类灵魂的一个女生。镜头前面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大笑啊，或是露牙齿的表情。有你噶，无论你笑唔笑都好，我对你嘅心都系唔会变嘅。香港男生比较害羞吧，也不敢直视我们。对，他就是帮我们推门。唔知大家又觉得佢哋点呢？我知道。